这是凤城土门的昨天的渔货啊，这退水了，也没有撒口，就钓这么条小鱼儿，咱就把它放生吧。放了吧，都放了吧，咱们去往下一个钓点啊，再找水库，因为这一段时间呢，水库都在放水，鱼情确实不好。两条小鲫鱼长得不错。